这边种的两种植物，一种是樱桃番茄，整个长势还是比较好的，很快我们就会吃到香甜可口的果实。这边种植的是生菜，根茎部分，发黄的这个区域就是前面我们捡食的部分。能够在太空吃到新鲜的蔬菜，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这些绿植还可以为我们繁忙的工作带来。